WTT 马斯喀特站国乒男单出彩，梁靖昆王楚钦挺进八强。北京时间3月3日消息，2022年 WTT 常规挑战赛马斯喀特站展开单打第二轮的角逐，中国队的梁靖昆、王楚钦、刘丁硕赢球率先进入男单八强，范思琪进入女单八强，陈毅遗憾出局。男子单打结束上半区第二轮的争夺，中国队有三人已进入八强，梁靖昆和队友周启豪交锋，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，梁靖昆逐渐掌控局势，他连扳三局，以3-1击败周启豪。王楚钦在另一场德比战以3-0战胜队友赵子豪。刘丁硕和孙雯同样上演德比战，结果刘丁硕以3-0获胜。中国队在女单第二轮上半区喜忧参半，范思琪在比赛中完全占据上风，他以3-0横扫法国的袁嘉楠。陈毅在前两局战成一平后，没有咬住比分，他连丢两局，以1-3不敌罗马尼亚的萨马拉。